刺骨杀人偿命，我这就去刘家，用我这条命去赎罪。混账东西，你这个混账东西啊！你就是这样对待我养了你20多年的心血的啊？少宁啊，你别忘了。 你是我们皇家唯一的血脉呀，你是要为皇家接续子孙的，你是要为皇家光宗耀祖的。从你爷爷到你父亲，还到你，我守了皇家40多年，我操碎了心呐。 到头来，你回报我说要去偿命，要去偿命。那你是让奶奶死了，合不上眼是吧？啊，那你不是要去偿命吗？那我去，我去，奶奶，我去，奶奶，大哥。 你快跟奶奶说，你是一时糊涂昏了头，你不会去刘家偿命的。你快说呀！你快起来，你快说呀！奶奶，我知道这样做对您不孝，对不起列祖列宗。可是您知道吗？我的心没有一刻安宁过。我整天都在担心，我不知道明天又会发生什么，不知道我又会害了谁。胡说！你胡说些什么？ 奶奶，这个家我不能再待下去了，我不想，也不能再伤害任何人了。少爷，我们还可以从长计议，我们还可以再想办法，你不要一下子就把事情弄得这么绝呀！你不为自己想，总得为老夫人想想啊。燕儿，就拜托你好好照顾奶奶了，奶奶。 要有来生，我再报答您的养育之恩。少爷，快快快，去把他追回来！快，快，呀，奶奶，快，哥，哥，少宁。 别傻站着，扶他上车呀！快，哥，你怎么了？快扶他上车，宗玉。 老夫人，老夫人，您可不能下呀！您上去靠靠。阿莲，不是让你好好照顾老夫人吗？怎么让老夫人下了？这是个没用的东西。少年他找着了吗？您别担心，大家都去找了，少爷一定能回来的。老夫人，先把安神汤喝了吧。我不喝。老夫人，您得爱惜自己的身体，不能有闪失了。现在皇家。 可全靠您老人家了，快喝了吧。老夫人，老夫人，老夫人，少爷找到了。啊，在哪儿啊？您先别着急，他被洋车撞了，在医院呢。
奶奶，大哥还在昏迷中。啊！哎呀，他怎么给车给撞了呢？撞在哪儿了？大哥跑得太急了，一出门就让黄包车给撞了，头上受了伤，当时就昏了。这到底是怎么了？哪炷香没烧到啊？这一桩又一桩的，每一个太平。奶奶，别着急，先坐一下吧。淑宁，你千万不要有事。 一定不要有事！这一切还不都是因为你？自打你进了黄家，就没太平过。现在我哥哥也被你害成这个样子，你还有脸在这儿哭？你三番五次的撞鬼，搞得黄家人心惶惶的。 还要跑到刘家去招惹是非，一会儿是绣花鞋，一会儿又是刘婉云的信，全都是在火上浇油。我哥哥他心里已经很难受了，你还在这儿搅和，他心里承受的压力不就更大了吗？你这不是把他往死路上逼吗？所以他才要说去刘家偿命，结果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我要不是因为你，黄家就不会出这么多的事。 哥也不用这么痛苦。白秋荷，你给我走，离开黄家，永远的离开黄家。不，我从来没有逼过少宁，我一直在帮他呀。我不可以离开黄家，我不能离开少宁。白秋荷。 就算我替黄家求你了，行吗？你走吧，离开黄家吧。你要钱是吗？我们给，你要多少我们都给你。我不要钱，我不能离开少宁。那你是想赖在这儿不走，还是想让我们逼你走？ 赶我走！我要等少宁醒过来，我一定要在这儿守着他。我哥是不会再见你的。奶奶，少宁受了伤，我得照顾他呀。奶奶，求求你别赶我走，求求你了。在我大哥没醒过来之前，你还是快走吧。回去之后。 丁管家会把钱给你的，如果以后你还有什么需要的话，可以再来找我。不，我生是黄家的人，死是黄家的鬼，我不会离开黄家，我更不会离开少宁的。你别赖在这儿了，快走吧！哎，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啊？ 这儿轮得到你说话吗？你撞了我大哥的账，我还没跟你算呢。明明是你哥哥突然跑出来把我给撞了，我好心把他送到医院，又一直守到现在，你倒要和我算账，你的良心让狗给吃了。一会儿我就把你带到警察所里，看你还这么话多。去警察所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没什么可怕的，我又没做亏心事，大街上那么多人都见着了，我就不信。 没人帮我主持这个公道。得了得了，没空搭理你。过两天到我们瑞盛祥来一趟，给你几个大洋，就算是感谢你送我们到医院来。瑞盛祥，你们是有钱人，有钱人也不能不讲理，也不能这么欺负一个弱女子。你，小姐，别哭，没什么可伤心的。我告诉你，天下大了。 哪儿不能去啊？如果你信得过我，你就跟我走，我保证帮你找一个比他们家强100倍的婆家。要是你不嫌弃。
我这个人也不错，虽说我是个拉车的，可是我保证能养活你，不会让你受委屈。等咱们成亲那天，咱们就在瑞盛祥的大门口摆上三天三夜的流水席，气死他们！这位先生怎么说话呢？要是我孙女有什么得罪之处，我在这里向你赔个礼。可你刚才一个劲儿的口无遮拦。 我这老太太可听不下去了。秋荷啊，你起来。奶奶，求您不要让我走。小姐，人家这么赶你走，还要什么舍不得的？走，跟我走。你住手！吴妈，还不快把少奶奶扶起来？少奶奶，请。 娘，我回来了。娘，您看，这是我给您买的，您最想吃的鲢鱼。娘呀，什么都想吃，离开夷陵这么久了，总算回来了。可是见什么都想吃啊。你第一天出去拉车，生意好不好？累了吧？哎呀。 今天啊，别提多倒霉了。我跑了好几条街，好不容易拉着一个活儿，哼，碰见个寻死的，一下就撞我车上了。要不是我赶紧把他送到医院啊，他肯定活不成了。你撞人了？没有，娘，不是我撞人，是他撞的我。哎呀，您是没看见啊，今天在医院那一大家子人特可恶，上来就把我骂了一顿。您说这一大家子人。 从老到小，就没有一个是讲理的。我要是在他们家呀，我也不想活了。别胡说八道，一定是你不好好跟人家说话，让人家误会了。算了，娘，咱们不说这个了。反正这种事儿啊，也不是天天能碰见。你以后出门拉车，要处处小心，别让娘为你担心了。嗯，娘您放心吧，我知道。娘，你什么时候？ 带我到奶奶家认祖归宗啊，少华呀，认祖归宗的事情急不得，等娘把一切都安排好了，自然会带你去的。娘告诉你的话，你可别忘了，出门不要跟人家说我们的事情。夷陵就这么大。 万一让你奶奶知道了，就不好办了。娘，要不然，您把奶奶住哪条街先告诉我，我拉车的时候我想看看。不是娘非瞒着你，是娘不放心你这直来直去的脾气，还没等我安排好，你就去乱闯乱闹。这个事情啊。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，有很多以前的事情，娘以后慢慢再告诉你。你先歇着吧，娘去洗鱼。啊。 一定要保佑少华和娘能顺顺利利的到奶奶家认祖归宗，也好早日了却您老最后的心愿。少宁。 刚才大夫说，你就快好了，过两天就可以回家了。
少宁，你是不是还在怪我呀？怪你什么？怪我去刘家找证据，怪我不相信你。没有。少宁，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。对，就像燕儿说的一样，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。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逼你，我愿意跟你一起承受所有的事情啊。我不愿意。少宁，我们拜了堂，成了亲，我就是你的妻子，我愿意和我的丈夫一起同甘共苦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对你不信任的，更不会和你离心离德的。我不该和你成亲。在成亲之前，我就听说过你的一些事情，可是我不怕，我真的不怕，哪怕有一天我真的死在你的手里，我也绝不会后悔的。我不想害你。正因为我知道你不是他们说的那样的人，我才不相信你害了婉云，我更不相信你会害了我。我是中了邪的人。以后睡着的时候，我不睡，我就在旁边守着你。守我一辈子？我愿意守你。这又何苦呢？少宁，我从小是在乡下长大的，我没有念过洋学堂，可是我懂得什么是作为一个妻子的本分，更知道什么叫感恩图报。谢谢大管家，谢谢大管家，谢谢。秋荷，你要记住，是大管家是我们的大恩人，他们皇家的大恩大德，我们要记一辈子。你们去接你哥出院，怎么没接回来啊？哥哥他走了，他走了，走了，上哪儿去了？他留下这封信说，要到一个没有人打扰他的地方去，还叫我们不要去找他。哎呀，这个混账东西，简直是皇家的不孝子孙，是不是到刘家去了？快去，快去找！我们回来的路上去找过了，他没去过刘家。这孩子犟脾气啊，跟他爹当年一样，真能把我活活的气死。哥哥他从来没一个人出过远门，他住哪儿啊？吃什么呀？谁照顾他呀？万一他要是有个什么想不开，
有个三长两短呢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现在不是哭的时候，快去找去，快去。哎，秋荷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我去找他。少宁，少宁，少宁，少！原来爱姹紫嫣。少宁。少宁，少宁，少宁，等等我！少宁，少宁，少宁。少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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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是你吗？你终于回来了，少宁。秋荷，你在这儿干的好事。奶奶，少宁刚离开，你就做出这样的丑事，你。奶奶，我不是你的奶奶。是阿青。什么？阿青？阿青？好啊，阿青，你这个狗奴才，居然干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，你不想活了？小姐，我知道我这么做不对，可是。在少奶奶嫁进皇家之前，就已经跟我好上了。阿青，你在胡说什么呀？秋荷，你就别不承认了。少爷已经失踪了，现在我们又被他们发现了。跟我走，皇家的财产我们不要了，我出去干活养你。原来，原来你们还要夺我们皇家的家产？你们，你，哎呀！奶奶，我是清白的，我是清白的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真的是清白的，奶奶。清白，这我都看在眼里了，你还要狡辩？三更半夜的，你们两个在这搂搂抱抱，还敢说自己是清白的？
你当我们全都瞎了眼了？妍儿，这都是误会，都是误会。我以为是少宁。误会？你还真拿我们当成瞎子了？奶奶，你看她，非但不认错，还在这儿狡辩。这种女人不能再留在皇家了。我们皇家从来没有过这样不知廉耻的事。我看只是存心想败坏我们皇家。奶奶，大哥离家出走也是他一手造成的。你这个不要脸的贱人！来人呐！老夫人，把他们都给轰出去！奶奶，老夫人，老夫人，不能就这样赶走少奶奶呀！少爷还没回来呢，我们不能啊！阿宁，你滚开！不，奶奶，滚！奶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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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呀？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呀？先生到了，谢谢啊。皇家从来没有过这样不知廉耻的事，这种女人不能再留在皇家了。拿车的，哎，这边，这边。
把这姑娘送到医院去。要送人去医院的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。好吧，好吧。嗯，是他。哎，慢点。哎，慢点。上车吧，我送你回家。 回家，我已经没有家了。为啥？我明白了，是不是他们把你赶出家门了？对吗？我看这样吧，我家还有我娘在，你就先住我家。 福生啊，这段时间我去过皇家几回，可是我怎么也没有勇气进去。我怕娘接受不了你已经离开人世的现实，怕她老人家承受不了。 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，更怕娘不肯接受少华。娘，我回来了。娘，哎，秋花姑娘，进来吧。这姑娘是？哦，。 她叫白秋荷，是我在街上救的。她现在啊，无家可归了，我劝了她半天，她才肯上咱家来。啊，秋荷，这是我娘。伯母好。姑娘，来，坐下吧。哎，对，秋荷，坐吧。来，坐吧。其实呀。 我们也和你一样，有家归不得。同是天涯沦落人，你就别见外了，暂时留下吧。伯母，您的大恩大德，秋荷会记一辈子的。哎，别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你是哪家的媳妇儿啊？ 娘，赶紧做饭吧，我都饿了。啊，那我去做饭。赤鱼。好。哦，对了，秋荷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可能是。 可能是我着凉了，没事儿。少华说你晕倒在街上，我看肯定是生病了。少华，嗯，明天带秋荷去找个大夫看看，抓几副药回来。嗯，吃吧。好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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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慢点啊。秋荷，你现在有身孕了，处处得小心点。嗯。上车吧。吴妈，你说秋荷怀有身孕了，是真的吗？我听得清清楚楚，少奶奶还到药房抓了药。啊，那么说，咱们黄家有后了。奶奶，您可别高兴得太早了，这个孩子是不是大哥的还不知道呢。燕儿，别胡说。是啊，老夫人，那天阿青不是说了吗？他跟少奶奶早就好上了，少奶奶肚子里的孩子肯定是阿青的。怀着阿青的孩子进皇家，这不明摆着让您和少爷抬不起头来吗？
这个女人实在是太可恶了。嗯，真是。奶奶，您别生气，别气坏了身子。什么？你让我回去？对，回去。你现在怀了身孕，再待在外面就不妥当了。这一来，要回家好好养身子；这二来，你也要顾及到夫家的面子呀。哪家人家，也不能让大着肚子的媳妇儿流落在外头吧？那这脸面往哪里搁呢？哦，对了，我上午忘了问你，你是哪家的媳妇儿啊？黄家。黄家。芮盛祥的黄家。是。那你的丈夫是？黄少宁。黄少宁。少宁。少宁。是黄老夫人的孙子。您认识我奶奶？哦。早年我在夷陵住过，知道一些黄家的事。听奶奶说，我婆婆生下少宁之后就过世了，公公后来就离家出走了，现在也没有了音信。没了音信。没了音信。少宁现在也没有了音讯，他都不知道我怀了他的孩子。孩子别哭，你千万别哭，你肚子里还怀着孩子呢。听我的，明天就回去。他们能让我进门吗？他们还误会着我呢。你越是不回去，误会就越深。日子久了，就更难说得清楚。你现在怀着黄家的孩子，老夫人知道了，一定高兴都来不及呢。她一直就盼着子孙兴旺。你也知道我奶奶的心思。老人家都是这样的，多子多福嘛。明天让少华拉车送你回去，好好养着。到时候生个大胖小子，让黄老夫人抱上重孙子。好，伯母，我听您的，明天我就回去。这可真是老天爷安排的，还没进了黄家的门呢，就先见了福盛的儿媳妇。他明天就回去了，我们什么时候也能回去啊？燕儿，打听到了没有？秋荷住哪儿了？我一早就让阿珍去打听了，还没回来呢。真怀上了，这成亲才不到两个月，她倒是个能生能养的。绝对不能让她回来。水
水波中摇曳，揉碎的是江中桥。春风是思念的期望，柳色是离愁的张亮。当柳丝在春风中摇曳，遮到了牵挂的柔肠。这一刻不知从何时开始，只求那最终的难忘。这一刻不经意中开始，却注定生死的一方。注定生死。